备，就给他准备准备。王爷，有把子傻力气吓唬谁呀？这两桌吃完了，不要再进人了。今儿你这饭店我包下了，包三天。哎，是赊账吗？嘿，什么话？这话要是搁在京城，你这店啊，立马没了。陈师傅、李师傅，你们这是？他们两个的花费记在我们镖局的头上，不过人麻烦您给我看住了。要不两位里边请。不了，您忙您的去吧。哎，慢走啊。怎么样啊，我们王爷可是太古镖局的贵客，他们这么哭着喊着求我们留下，我们都没留，全你们这儿，怕是你们的造化。造化可不敢当，不过我们开的是饭馆，没有客房，你们要是想留下的话呀，就得像伙计似的夜里拼桌睡。你是王爷，受不了这份贱吧？王爷，我是千金神力王的子孙，不是那些纨绔子弟。大丈夫马革裹尸尚且不惧，何惧睡桌子呢？哼！一、二、三。四五，何叔，他们会不会是镖局派来监视咱们的？看着不像，不过也说不准。不管是不是，反正这个地儿我是不想待了。秀儿啊，你要是想走，也得把少爷交代的事情完成。我感觉这些日子镖局会走重镖。这个时候不想节外生枝。少东家，你也看到了，是他们先摘了镖局的匾。这两个人来路不明，不管比武是输是赢，后果都不好收拾。不管输赢，后果都由我来承担。我是怕你承担不了。这是镖局的事情，就算他是真的王爷，这场舞我也是一定要比的。您的镖我会按时押送的，没别的事的话我先告辞了。老板娘，什么事儿？有好事儿，快开门。夜深了，睡下了。灯还没灭呢，别蒙我。告诉你啊，真有好事便宜你，过这村可没这店了。童爷，这深更半夜的敲一个妇道人家的门，不合适吧？啊呸！你把我童爷当成什么人了？童爷是正人君子，君子坦荡荡，哼，不怕人家嚼舌根。那您请吧。一个被夺了爵的王爷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他祖上是被乾隆年间夺了爵，算下来到现在也100多年了。一个被夺了爵的王爷，那他就是平民百姓了，咱们也用不着跟他客气。他虽然祖上被夺了爵，但他毕竟是宗室之人。这再说，京城里的那些皇亲贵戚关系复杂得很，前代被夺的爵，后代恢复的还有。我看这种人，咱们还是能不得罪他，最好别得罪他。我老爷说的是，我们还是谨慎一些的好。嗯。童爷，你就真忍心把王爷扔下，自个儿跑了？什么叫自个儿跑啊？我童爷那是有国事在身，不宜在此处久留。给你们个机会让你帮我，那是你们的造化，可不是一般人都能遇得上的啊。
您还是把这造化让给别人吧。拿张纸来蒙人，您这骗术也够拙劣的。风麻燕雀，您算是哪一门啊？原来是老何呀！江湖救急，江湖救急。如果能行个方便，日后必有一份人心。别跟我点春，我不懂。拿张纸来蒙人，别说您这银子是假的，就是真的，我也帮不了您。那些个达官爷可都是会武艺的，回头您拍屁股走人了，我这店可就关门了。哼，您还是请吧。哎呀，我是真替您可惜呀。您呐，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。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喊人了。哼，得。师哥，嗯，明天你有几成把握呀？嗯，我跟他听过劲儿，他用的是形意门的钢筋。除了师父之外啊，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强的力道。那非比不可吗？你知道的，摘扁是镖门的大忌。嗯，听说他是清贵。清贵不知礼，更应该让他受点教训。要是爹在就……蓉蓉，就算师父没病的话，这个脸面也应该是我讨回来，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。不过师哥，刀枪无眼，你明天要万分小心。师父说过，抡刀上阵需放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嗯，刘爷，这筋骨是给您接上了，可这内在的病可是长上了。这刀啊，会暗示主人的命运的。刘爷，最近您可得多加小心呢。哎，刘爷，那刀已经使不得了。万事想来都在我，我的命不在这把刀上。比武以性命相搏，命是天给的，你得敬神。神是要敬的，你们敬你们的神，我敬我的神。开始！
你说师哥会不会赢？安顺这些年的刚劲儿，有了一定的火候，寻常应敌不会有什么闪失，就怕遇到同门的高敌呀。我去看看。站住！输了，我没输，我不服。什么服不服？输了就是输了，再往下比命就没了。西兵，